Hello， 祖媽你好。Hello， 你好。平時有冇注意一下啲舞台嘅安全咁樣啊？其實都有的，尤其是我們有時 dress up 了啊，會穿高踭鞋啊咁樣。咁好似我呢啲咁大頭蝦嘅人行平路都會跌親嘅人咧，我就習慣喺上台之前都 rehearsal 多幾次。咁 rehearsal 唔單止 resing 啦，我都會行幾次個台，因為有時即係尤其係啲大啲嘅台咧，佢哋地下會有時有啲線啊。咁當然佢會有啲指示提醒你咁樣噶，但係都有時驚黑得滯，會睇唔到啊，棘親啊，又或者就算唔係樓梯都好咧，會有少。斜咗上去，系啦，暗斜嗰啲，咁所以我都會慣咗喺即係真係 performance 之前 rehearsal 多幾次，行多幾次個台咁樣。最緊要安全。係啦，最緊要安全。你首新歌咧自己作曲喎，同埋拍埋微電影自己去做呢個裏邊嘅角色，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係啊，我出咗一首新歌叫做 All alone, I am all alone。咁其實個微電影咧就係叫 I am not alone 嘅，係啊。咁好好彩，即係亦都好榮幸啦。今次可以做到呢個微電影嘅女主角啦。咁其實個微電影就係講一個女仔經歷緊呢個失戀嘅過程。咁我自己會形容佢係有少少 depression 咁樣咯，即係好唔開心啦。然後開始會出現一啲幻覺啊，即係覺得啲鄰居好奇怪啊咁樣嘅。咁大家如果想睇嘅話，因為佢都係有少少懸疑片嘅感覺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睇嘅話咧，就記得去睇呢個微電影新房啦。咁都多得呢個微電影啦，咁就可以出到一首新嘅歌啦，就叫 I Am All Alone 啦。咁都聽到大家對呢首歌有好多嘅新嘅聲音啦，即係覺得我好似成熟咗啊，同埋個唱法唔同咗咁樣嘅。咁都好多謝大家依然都仲有留意我嘅新歌，我都好耐冇出過啦，我已經係兩年冇出過 solo 歌啦。咁所以今次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啦，又係自己作曲咁樣。微電影攞咗獎喎，犀利喎！咁有冇中意咗做戲啊？而家？有啊，其實今次不是我第一次參與微電影和電影製作啦。我第一次是十幾歲的時候，十六七歲的時候都是拍微電影的，跟住最近又出了一個電影啦，《深宵閃避球》啦，咁喺入邊都飾演一個肥妹仔的角色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對我嚟講，今次算是第三次真係話叫做係演藝的工作咁樣啦。咁我發現其實我是很喜歡演戲的，咁亦都好。好榮幸可以攞到女主角金獎啦！我係超級受寵若驚啦，所以我都唔敢周圍同人講，即係我完全唔會提起呢件事。咁但係就係啦，多謝大家俾咗個肯定我咯。咁就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加多，無論係電影又好，音樂上面嘅工作都好咯。嚟緊 Me and 會唔會再出翻即係組合？你哋會多啲去有歌啊咁樣樣噶？這個就要等公司安排了，但是都有的，即無論是 solo 或者 MeN 都有努力籌備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都有些團體活動樣都有的，都有的。現在開始緊未㗎？有沒有啲可能練緊舞啊、歌啊咁樣？呢度仲喺呢個商談嘅過程，呢個係要保密嘅。但係我哋都應該會今次嘅製作應該都係可以同即係又係跨國界咁樣咯。即係上一次我哋都係揾咗韓國嘅 producer， 然後又揾咗美國嘅唱歌老師啊咁樣。咁但係今次應該都係跨國界咁樣咯，咁都有多啲嘅嘗試咁樣。嚟緊會唔會都繼續出歌啊？你自己個人嘅話？會啊。我有預告定啦，就快有啦咁樣。係啊，幾多月啊？唔知道要保密係嘛？但係快噶啦，summer 前啦。OK，thank you。Thank you。仲襯埋 bad job 添啊！仲襯埋。係喎。在這裡這裡這裡是好搞定沒我們去到分享嘛是啊事隔兩年呢就送給大家我的新歌I am all alone OK 好這個時候將個舞台交給你了 Thank you 王宗博王宗博 I can make it better
Thank you。希望大家中意我嘅新歌《I Am All Alone》。唔該曬黃淑華 ，Thank you。